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术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挨揍。你是可以大有作为。聪明。佳呀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哎哎。 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试图要当龙虎武士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！漂亮！ 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你死定！比心。等等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